好，我是 K 编，我是九窝编，欢迎收看办公室开箱。这次我们要开箱的是全联抹茶季的商品，然后有奶冻蛋糕、渐层千层，还有慕斯蛋糕，以及现在超级夯的太空罐，还有绿茶口味的巧克力派。这个有渐层哎，好漂亮哦。对啊，是不是很不像从全联带回来的？那你平常喜欢吃抹茶的东西吗？抹茶的话，我是觉得还不错啦。可是呢，太苦的话，我不喜欢吃。什么臭公主的发言？我这次超期待那个渐层千层蛋糕。那喜欢偏甜的我比较期待这个巧克力抹茶派。而且呢，跟你说，这次的包装真的超级有巧思的。你看它是不是看不到里面？因为它这样子包呢，光线才不会照进来，才能保留它的鹅肠素跟绿茶素，还有能保留它原本的风味哦。容我称你为抹茶博士。不敢当啦，不敢当。好了，我们赶快开箱吧。看，它真的是很漂亮哎，它有三种颜色，就是三种口味。吃千层蛋糕呢，一定要从这个角角下手啊！哇，いただきます。这个超爆好吃哎！你们是不是去那个咖啡厅买的、啊？然后骗我吃，这是从全联买的。这个太浮夸、啊。我真的没有在夸张，它比那个 Lady 差。好吃很多哎、欸！来，我来试试看，来来来，那我试看从这个后面。你喜欢从后面吗？你看我就是切下去，它这个，哇，它里面的慕斯很浓郁哎，看数它有几层。好了，你数来数学不好了，不要在那边给搞。好，我要吃哦。超好吃的吧？它的很好吃哎，它的口感很扎实，然后它是千层蛋糕，吃得到千层蛋糕那个酥酥的饼皮，然后又有那个慕斯软软的感觉，而且它的茶香，它会苦，有点苦甜，对，它有点苦。我很喜欢这个味道哎，我最喜欢下面这一层。这感觉真的是那外面买来的，应该不是全联的。我会不会被全联打了？这是全联的哦，赶快来全联买。它也是有三种颜色哎，哦，四种颜色，四种，色盲，色盲。通常来说，这个深绿的地方比较可以，我就试试看这个糊的地方。对，哦，它的触感好 Q 哦。好像布丁哦，短耶！对啊，我吃到哦，跟刚刚一样吗？跟刚刚一样，而且它这个，就是口感又更软了，然后又感觉有点乳酸的感觉吗？哦，就是有奶味啊，有奶香的东西。好的，我这次想先抽摧残过的甜的下手好了，甜的下手，甜的这样一起吃好了，两个颜色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它是乳酪的感觉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乳酪什么乳酸？可以，这乳酸太多了。这个很好吃哎，你们真的是去全联买的吗？它的口感就是很绵密，它会整个这样绵密的，就是直接入口即化，融化在嘴里面。入口即化有懂形容。然后，对对对，啊，博士，不是抹茶博士。我先吃它的蛋糕体，这次反应比较冷淡。奶冻 OK， 果然是要吃配着奶冻吃比较好吃。我觉得它的奶冻也是茶香很足。可以好好一大口吃哦。一口三。
我喜欢这个，哎，我好喜欢中间这层奶冻哦，它那个茶香，抹茶香超浓的，这个打败刚刚那些，荣登我的第一名，真的。欸，可是他看这个啊，这个地方里面怎么有点落差？你这样讲以后，全联就不找我们。虽然它长得有点神秘，但还是好好奇它的口感哦。对啊，开胃开胃开挖喽。哦，然后还有这种的，先打个那个，说不定会很干。好吃哦，一口吃。我跟你一起吃。我觉得这个比刚刚那个好吃。因为它的蛋糕体比较没有像刚刚那个那么干，然后它的抹茶也是很有味道，很够味，吃起来也不会过甜，我真的蛮喜欢的耶。你不喜欢吗？我觉得海藻味，而且它中间这个地方，我觉得很像草皮耶，它要给你一个草原的新鲜感，所以才长这样。这深得我心哎、那它闻起来就是个海藻啊！哪有？你什么贵妇？下面一位。哇哇！哎、一人一个，弹起才不会散。三一八。哎，它的外形就跟巧克力派一样。吃一口了。把它拿出来。但我对这个的印象也是很干。它里面那个是，因为我太久没吃这款零食，我忘记它里面是那个棉花糖。然后它的绿茶香，其实因为原本印象是蛮甜的，那它的绿茶味其实就是会缓和它那个甜味，这也蛮好吃的。又有海藻味了吗？没有，这个是感冒药味。有兴趣的观众来吃吃看。对啊，看是不是真的有感冒药味。好啦，我真的是觉得，虽然它没有就是前面几款就是全联的好吃，但是因为我真的印象中它是一个很甜然后又很干的饼干，但是这个口味我觉得比它之前原味的还好吃。因为我就喜欢那个绿茶香啊。今天吃了五款商品，那你最喜欢吃哪一款？我想给他们一点排名。好，那我先揭晓最后一名。一直得罪感，你帮我上吗？然后我第四名就是这个太空罐头，然后第三名是这个慕斯蛋糕，它比较像是一个单纯的。甜点吗？就是只吃上面的话，就是那个乳酪甜点。那什么是不单纯的甜点？然后我的第二名是这个千层蛋糕，因为它就是有那种饼干的口感，然后也很湿润，然后重点是它的外观还很好看。然后我的第一名就是这个奶冻，哦，这真的好好吃哦。那我要讲我的，我从第一名开始讲哈。我的第一名呢是那个千层蛋糕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它就是有一种高级感。然后呢，我的第二名是这个慕斯蛋糕，因为它真的是口感很丰富。再来是我的第三名是那个太空罐，虽然被它评得很，我觉得大家自己去试试看啦，看我们哪个人讲的比较接近你的口感。后面就是这两个。然后就不得罪厂商了。那以上的感想其实就是我们小编自己的感想，不代表本台发言。好啦，喜欢吃抹茶的朋友一定要自己买回来试试看，没错，自己吃才准呐。对对对啊。那如果想看小编开箱什么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哦。那我们就拜拜，拜拜。